两位这个杀鱼的高手，操刀总计大概16、17条的这个，这不知道什么的鱼，但是肉质很细，鱼鳞也很细，啊，总共100克朗，比台湾还便宜。你没有照到全部，一共有几条？10几条。吃鱼就要来渔村了哈。挪威也有便宜的东西。对，没错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挪威有些物价啊。